枫丹热门食品限定枫达，作为枫丹的人气饮料，你可以在任何店铺看到它的身影，只要浅浅一口就能让你眼冒金星，神清气爽，隔壁派蒙都馋哭了。枫达喝起来真的很痛快，能给我买一杯吗？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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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只能说老米是懂谐音梗了，我雷碧和百事可乐给你出双倍价钱啊！鱼与永昌派，我是没想到英国著名的黑暗料理仰望星空竟然也被做进了游戏里，而且作为美露茜最喜欢的食物，元宝甚至专门给这个派建了个模，就是这样子，实在是不敢恭维，怪不得美露茜能把这个球看成可爱的东西，只能说我眼光独特。造孽！枫丹肥干由于制作过程过于残忍，已经被禁止做成菜品，到了枫丹成为了传统菜肴，等品尝之后就会发现，你这个烹饪材料怎么用的都是禽肉啊。怪不得你这饭店的锅我用不了，原来是怕我发现你偷换材料是吧。